各位靚女，睇咁個相鏡靚女啊！反住佢，我只正常反正嘅拍攝就得啦。你注意，快！六、九、一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。江水之上是整齐划一的动作和不知疲惫的呐喊。江水之下是响亮的声声鼓点和日夜磨练的划桨技术。这是广东东莞沙田镇中围村的女子龙舟队，因为大家都有同样的身份妈妈，所以也被称为妈妈龙舟队。跑计计埋埋都有十年噶啦，43岁，唔算最后生，第三啊第四咯。即大三大四后生。24名队员，年龄最大的59岁，最小的31岁。为了备战比赛，妈妈们已经在这条江上训练了一个月有余，每天训练时长达6个小时。长时间的体能训练，短距离的冲刺技术，妈妈们一样不落。在中间的休息时间，大家又切换回同村姐妹花的模式，有说有笑。15分钟后，一声令下，浪花继续飞扬。在训练了1个半小时之后，傍晚时分，他们开始和隔壁的男子队比试起了起跑技术。后生耕田嘅一家，喺厂啊，即系扫下地啊，地咯，做下嗰啲嘢。有啲喺屋企带小朋友，有啲做老细，有啲喺工厂度做啦。早上咧，早要去做埋自己工作，然后咧下轮船嗰时喎，咁咪够钟做啊，一定又要落船啊。既是龙舟好手，又是家中超人，妈妈们总有超能力，身兼数职。52岁的冯丽娟现在是一名保洁人员，年轻时是农民。当天她把所有工作都安排在上午完成，下午就尽情训练。今年是她划龙舟的第26个年头。亲啊，我都继续爬，爬到都继续爬。我哋呢度有啲唔同嘅，我哋呢度一讲就嗰啲人会好齐心咁样出嚟去做呢项活动啦。同村嘅打个电话。一呼百应的了。中围村有着浓厚的龙舟氛围，在村里龙舟比赛是一大盛事，龙舟队队员请假去训练，大家都会支持。事实上，同一片水域就有数支女子龙舟队都在此训练。训练结束时，队伍瞬间四散而去，速度之快和在江面上无异，不同的只是龙舟换成了电动摩托车。凑孙嘅要接孙仔孙女放学，有啲又要赶翻去买餸，再有啲赶翻去又上班，仲有田啊，仲再喺田度摘瓜啊！你睇下呢啲天气，佢哋会去田度摘翻啲冬瓜啊，嗰啲瓜菜翻嚟噶嘛。拜拜。阿珍就系同学，系学生啊，学生。记者问冯丽娟为何能坚持划26年的龙舟，她说为了荣誉。那最开始的时候呢，她也说为了荣誉。记者不解，直到来到了冯丽娟的家里。英国，英国呢张就是在1999年在英国诺丁汉运动员证，呢张是我运动员证。一见到人哋哇咁大只鸡，好似个我哋啲人咁细只，人哋咁大只，咁样好靓嘅走埋人去影张相啦，真系特别嘅喎。第一次搭飞机，鹰真系唔着间啊！嗰时真嘅又晕又呕啦。然后咧，第二日咧又要参加比赛，当时去宣布话中国两个字，哦，高兴到飞舞啊！当时嗱攞到冠军嗰时几开心嘅，攞完金牌嘅，攞成五嘅，你一笑到
有牙磨眼啊，笑到，几高兴嗰时啊！从田间地头到国际赛场，从农民到世界冠军队伍成员，和冯丽娟有着相同经历的，在现在的这支妈妈龙舟队中还有五位成员。船桨激起的浪花，永远纯真的笑容，是这些妈妈从少女时代一路拼搏至今的最美见证。随着端午节临近，妈妈们备战已久的比赛终于打响。而最终，他们果然又拿到了冠军。哎，点啊？满唔满意啊？满意啦！点样啊？点样啊？近来训练，呢家个满意就系我哋最终嘅满意啦。